单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如果没填资料，你不能让他往下走，否则的话呢，他只要把没资料放给那个 criteria 一里面的话，他就查不到，查不到就造成错误了。 OK 哈、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挡下啊，怎么挡哦？首先一样房贷哦，房贷写在这里哈。OK， 重来一遍哈、哦，这个是房贷一，写在房贷二。房贷二的话呢，一样嘛，所以哈、哦，特别注意哦，房贷基本上就是逻辑判断，判断什么呢 ？If X 这个东西，好、哦、，X 里面如果等于空的。就这样写就好了。另外一种写法了哈，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VBA 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做 is empty 也可以。is empty 就是不是空的，然后把 x 放进来，这样也可以。不过哪一种比较推荐哈？我觉得刚刚那个比较推荐，为什么？因为比较简单嘛。两个结果一不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好 ，OK， 所以哈。这个看起来程式要写这么多，那如果等于空的哈、哦，反而比较简，等于空的嘛，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嘛 ，OK 哦，所以呢，你就记一个简单一点的啊 ，is empty 也可以。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别人写 is empty， 你不要觉得说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 ，OK， 结果理论上是一模一样的。And if 好，如果我说它里面没填资料的话，那我就要做什么？哎，警告他。所以刚刚怎么样 ？message。所以呢，缩写嘛 ，MSGBOX， 这个叫 message box。然后呢，你里面的话呢，可以什么刮胡一下，一样跟 input box 很像，但是 input box 会回传东西给 X， 但是 message box 不会回传，不用回传。OK， 然后呢，你这边可以给他一个讯息说，请输入什么？哎，请务必输入哈。资料 OK 哈，反正就知道就可以了。好，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你只有写这一行的话，那它还是程式会往下走，所以呢还是会新增，还是会出错。所以怎么办呢？你势必呢需要让怎么样，让这个程式哈、哦、跑到这边来了，就是底下这几行程式怎么样，就不要走了，就是跳过它。所以这边的话呢，你要多学一个，就是直接让它把程式结束掉，叫 exit， 直接让它把程式离开的话叫 exit sub。 exit sub 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就直接呢从这边跳离到 end sub， 意思就是底下的程式就不跑了。 OK， 特别是用 exit sub。 OK， 好，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哦。如果没填写的话 ，OK， 好，来把这边的话呢 run 一下，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啦。所以刚刚有多学了一个 is for，is for 呢就是跳离到 next 的外面哦，还是继续跑哦。但是 is sub 是直接结束程式哦，哦，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哦。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点一下，然后它没填的按确定，哎，请务必输入资料。那按确定的话呢，它就 is sub， 所以。程式就不会出错了。 OK， 大概是这样。但是有几点可以再更好，因为有同学说哦，是这个 message box、哦、感觉太丑了，可不可以旁边加一个图啊或者什么的，当然可以啦、哦、所以这边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呢，你假设啦、message box 这个后面、哦、其实呢你可以逗点一下，逗点后面呢这边就有很多就是让你选的，那其中的话呢，我常用的叫 VB 的 information， 就是加一个惊叹号警告一下。哎 ，VB 就是你给它动点之后用选的，后面请务必输入 message box， 是不是？啊，括弧啊，对，括弧拿掉 ，OK 哦，好。因为它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刮弧，一个是没有刮弧。你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加逗点的话，你就把刮弧要拿掉。OK， 那 VB information 插在哪里哦？我们来执行一下，那你会发现哦，它会多一个惊叹号，看起来好像漂亮一点点。但你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没有警告性质不高的话哦，另外你可以用什么叫VB 叫什么呢？这个就叫 critical 有没有？这个就是。比较强烈警告一点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叉叉。
OK， 警告意味比较浓厚。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每一个是什么图啊？跟各位讲，上面有一些英文意思，请你自己猜猜看吧。要不然的话哦，它里面没有说明。其实我蛮希望按 F1 有没有？它可以有那个图示，但是好像我印象中按 F1 哦，它好像没有这么贴心呢。其实它应该帮我们把什么，把那个图就放后面嘛，对不对？可是没有啊，哦，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怎么办？自己试吧。哦，真的是这样，因为坊间也没有书籍帮你列出那个图示，所以呢，我常用的啦。所以我跟各位讲哦，我常用的这个 VB information 就是什么？它这边有什么叫做资讯讯息图示？资讯其实就惊叹号惊叹号就好了，干嘛写什么资讯讯息？就一个圈圈 info，对啊，惊叹号就 information 嘛。啊，它。三角形的惊叹号，哦，好了，48是三角形的惊叹号，所以它这个不是什么严重警告，有没有？严重讯息，哦，叉叉，警告讯息图示，问号嘛，好，哦，可以选，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哦啊，它可以做出来变化，顶多就这样，但如果你要做得很复杂，跟各位讲，你就做表单就好了，但是你就要花时间把表单做漂亮，然后把那个表单秀出来，可以也可以啦，可是说。太花时间了，对对，就是不用那么好，哦，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是我看那个 VB critical 好了，OK，好，这样的话就警告一下，它就跳出来了，哎，叉叉，OK，好，就结束了。